上是从零到二分之一的过来率嘛，对不对哈？那这是阿尔法的不对，那个过来率，然后现在就要写，找出把那个，这是实际空间的过来数，这是什么？重量空间的过来数，然后把重量空间的过来数把它找出来，它是，那我们。就是把这个公式哈，把这个公式带进来，然后就这个搞了。三是我们三个部分的区间，完整的波函数，完整的波函数是空间部分，还有这个空间部分还有什么？还有时间部分。然后时间部分我们根据那个 t 哈，是让时间设成零，所以空间部分呢，那个我们就不用写了，大家知道哈。那所以这边本来是一个 y， 这本来是一个零嘛哈，那我这里就不用写了哈。那我把这个。做下一步是做积分啊，那这积分我把它带进来，那个这两下先合并了，这两个合并，然后就得到
OK， 我们算动量一次组要怎么样？我们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先用原来空间波函数，也可以用动量波函数。我们有两种算法，一个是这个啊，一个是这个。这是一种算法，啊，另一种算法是这个。好，你可以用这个算，也可以用这个算。好，这是用实际的空间的。这是用怎么样？用动量空，用动量空，动量空间波函数，这是实际空间波函数。那我跟你讲过哈，就这两种叙事方法的话，动量的算符不一样。有没有？我跟你讲过了嘛哈。用动量空间波函数的话，动量的算符就是动，都是 V 的哈。对，用实际空间波函数的话，动量算符怎么样？就是啊，算出来结果应该要一样的。你讲清楚啊。好，这样的算出来结果应该要一样。那我们可以，我们把它带进来做了啊，能得到。好，我害羞一句话。对对对，好，没有办法，这边是。啊，这个是共轭步数嘛，所以我这边要换成什么样？要换成什么步的？啊，那分母呢？分母是这乘上它的共轭步数嘛，变成它的什么样？它绝对值，就是实数部分的平方加上怎么样？加上虚数部分的平方，所以得到这个结论。OK， 那我们来分析这，看这题，你会不会做这题呢？就这题不用做了，为什么要做？因为这是奇数对称。底下呢？底下是偶数对称。它这是从负无限大到无限大，可以分成负无限大到底到无限大。好，那负无限大，因为它的奇数对称是偶数对称的啊，所以负无限大到底跟底到无限大这两个都要怎么样？都要把它抵消掉。啊，所以这绝对是跟原子。你用这个方法算也是一样。这是实数，这是实数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实数啊，这是实数，对哈。实数的话，共轭步数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实数。这边也是实数，这边实数，这边是虚数。那我们这个布里量必须要怎么样？必须要是实数。这边可不可能是不等于？那说不等于零，换做虚数呢？对不对哈？那右边不等于零，都必须要是虚数了。那这个虚数，这实数、虚数、实数，所以必定虚数，所以也必须要怎么样？必须要零。所以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。当然你可以做积分了，你可以带进去直接做积分，也可以做积分。看清楚吗？啊。OK， 那这个例子哈，这个例子我跟你介绍这样子哈，那我等一下要给你 CD 的哈，我在给你 CD 之前，我还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在量子物理有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，叫做统一推证，就交换，这测量数据的交换。那这个其实你们都可以自己
这一部分都是数学的，你可以自己要校对的。然后底下这个观念你一定要会哈。啊，叫 communication relation 哈。这是讲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在讲英文哈，比如有个很一个地方我们要需要注意的，我们叫动能跟啊，再讲动量跟位置啊，动量跟位置的这两个算符，其中一个牵涉到什么？只要是用 Y 的话，这个牵涉到什么算符？牵涉到微分。对哈，那如果是这个呢？如果是用动量空间的波函数呢？这算符是什么呢？是 P 还有 I S 是什么 ？I H 八，对不对？啊，它是牵涉到微分的。那微分的话就牵涉到数序的问题，就是你的那个物理量啊，作用在波函数上就有问题。那这数据问题有很重要的因素，说你数据对调的话，就结果就不一样。那我们说用我就把它写在这里，我这样写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举这个例子哈。这前面是 P 在前头 ，S 在后头。这是 S 在前头。那这物理意思呢？物理意思对这个来说是，我们先测量位置，先测量位置，然后怎么样？再测量动量。这个呢是先测量动量，再测量怎么样？再测量位置，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再这样，就是说，这是量子物理很重要一个特征。啊，很重要一个特征，然后这跟测不准原因，接下来这跟测不准原因是有关系，等一下我跟你讲啊。这是我再讲一次，这先测量动量，再测量位置，这先测量位置，再测量动量，结果会不一样。你来做呢，我们来做看看就知道了。那为什么不一样？就牵涉到微分的关系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就牵涉到微分的关系。我们来做看看啊。好，我们把那个，我们先这样写 ，P X， 就是这样子，好，就我们把两项分开来，然后我们再把算符哈，把它对应的算符带进去，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都是这样。那我们知道哈，我把写在这里来了啊。这个是对整体微分，像我们都学过微积分嘛，知道？对这个东西要分成两项，对不对？一项是对这个微分，在这对这个微分。好，所以我们先做对这个微分，我们就得到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过来再对这个微分。就得到，好，那再剪掉后面来讲。我得到什么结论？知道什么的？这一项跟这一项也不一样，一样啊，因为这系数是你这系数是放在这任何地方的，这常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项怎么样？消掉了。这个啥？这个。跟这些的结果。那我干啊。这是从左边那边来的。
那这其实构成什么呢？构成说这数据的对调啊，就测量数据的对调作用到一个波函数的话，就得到这结论不等于，都不等于。这符号啊，我们以后会把这把这挂点的量，我们会用一个很简单的符号来表示，我们叫做。好，我们以后用这个符号啊来表示，来代表。我这边用定义符号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定义符号啊，比方说，这个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。那这里的名称叫做 communicator。好，我们这样写哈，我们这样写叫做 communicator。你们想，我们都换成中文的话怎么讲比较好？啊，我们有没有看过翻译的书呢？啊，这怎么讲？你可以想一个好的名称啊。啊，这个两个，这是两个算符啊，两个算符对调。啊，对调差。啊，所以知道这个结论后，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再写过来的话，就变成这样。这得到这结论啊。如果哈，比如说这里很简单的啊，如果这个函数是正义函数的话，我写在这边哈。如果这个函数是任意函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下个结论说，n 就是统正 computer n 最起码，学不学我讲这正义的什么正义的意思？啊，所以正义的意思就是我举例的啊，如果这样。但是呢，好，小小讲一次哈，就对某个特定的，我们讲特定的函数满足这，对另外一个函数，特定函数它不等于这，我们就不能这样讲。就然后讲，就说我这样写的话，就必须说所有的函数。啊，所有可能函数都怎么样？都是这个结论。这样子小小讲一次了。啊，如果跟正义也可以讲，所有的函数都是都满足这。这样进去，至少讲一次的啊。这样你就可以下结论说，这个是等于这。这样清楚吗？如果任何函数，特定的函数它不满足的话，我们就不讲了。我现在清楚，还是不清楚的。就说哈，所以这里他说，你不管这是什么函数了，不管这函数都成立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写了。这样清楚吗？如果有某些函数这不成立，我就不能这样写。这样会比较清楚。但是我们从微分，我在做这个微分的时候，有没有说这是什么特有没有特定的函数？没有啊，这个函数这个微分都是对的，这样清楚没有？这样清楚吗？啊，所以这是怎么样？这是成立的，这是变成立的。啊，这个哈，在量子物理学最基本的东西了。所以最基本的东西哈，我再稍微先，以后我会讲的哈。这边我先稍微提一下，
是啊，我们讲到现在，我们一个熟人会退回去嘛，对不对哈？我们可以解脱凡俗，我们可以解脱凡俗哈。然后我们在现在会，我们会得到一些，其实你们以前大概有这个观念，就爱人归你跟爱上帮助有些重要。这是我们第三章要讲的。啊，这个我爱人归你跟爱人，我会跟你讲它的意义。啊，那我们在解一个量子物理问题的时候，就一个粒子的运动啊，在某个特定的海，某个特定的问题下，它有特定的能量，有特定的能量跟波函数。好，那这特定的能量跟波函数就爱跟规律跟爱跟波函数。好，那我们其实我举个例给你，举一个例你都学过，你们在普化的时候，你们在普化的时候学过电子一个氢原子的电子之间是什么趋势？因为我们在讲那个波尔模型的时候就讲，跟提到过。您在解那个，对，在化学不化学的，你要怎么样叙述它原子，叙述电子能量？有几个数目嘛？还记得 ？N L M 还是对不对？好，还记得在不化上写的吗？对，那比方说它的。电子的这是角动量嘛，对不对哈？跟角动量在激光下会量有特定什么样特定的数目的。这个我们以后会讲，我们在以后会有一章哈，等到也许到这个学期的最后，或者是下学期的前面，然后我们会解那氢原子啊，氢原子能接的。好，那给了我还我们再稍微去复习一下怎么说选，给了可以哪些词？啊，给了给哪些字？给了没有正负的，给了用的是大一点。比如一、二，那单位呢？单位先去发，单位都先去发。也就是说它的角动量必须是这个字。以后我们解决了电子，解电子也可以解，就我们解氢原子的电子，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。但是呢，我们单单从这个，我们不解学根学也可以解，我们单单从这个就可以，你可以得到了，你可以得到相同结果，有没有很神奇啊？我再讲一次哈，因为我们在讲氢原子哈，我们可以解学根学也可以解，得到刚刚这个结论，角动量跟它的量度化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只怎么样，只用这个。只要这个做出发点，也可以得到相同结果。啊，那我们讲到这边，我再跟你们讲。如果我为什么讲这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？听清楚吗？啊，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物理基本定律。啊，听清楚啊。那另外，你们都学过，我应该跟你提示一下它的重要性啊。你们都学过测不准原理吗？有没有？至少近代物理学过吧哈，测不准原理，你们告诉我你们所学的测不准原理有几个？怎么讲？学的 P， 学的 X 对不对？大于什么？对不对？还有呢？学的 E， 学的 P， 对不对？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是的，还有很多了，不是就这两个了，想不想这两个怎么来的？就这个了，我把它写在这边哈。就这个来的，听清楚吗？那个结论是这个来的。如果这个等于零，孔雀的等于零的话，就没有那个，就没有那个测不准原理。能清楚吗？我在讲这个例子，在这里强调它的重要性。为什么会有这项？你来看，我再问你，为什么会有这项？为什么会？这是动量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哈，有这个嘛？为什么会有这个？
知道能量算多少？它的能量算多少？这个跟 T 在这里嘛，这 S 嘛，在这里，原先是原先这样子嘛。对不对？那换成能量的话，就会有这个嘛。这个跟这一个一样，只是说挨着那个对调而已。所以结论还是怎么样？结论跟这是一样的啊。就变成 I 化了。啊，如果是这是能量，这是能量，这是时间的话，就变成 I 化。所以也会有个什么，也会有这个结论。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。好，那我这边我特别讲这个是要让你们体会哈，让你们体会这个重要性，相信是吧？所以这里一定要记住，有没有什么有要讲的意思？哦，所以这里你们要记住，要会哈。因为这是量子物理，很多量子化的怎么样？最原始的根源啊。